安琪老天才和领队台史顾问徐正一善人，团员包括了王启梅、冯伟林、徐松、冯林等25人。公益队员是孙长春、陈茂宝、丁叶成、西城网等陈老天。闹钟团将在澎湖停留3天，他们将要表演歌舞，向劳苦功高的前线英勇战士表示崇高的敬意，预定在30号回到台北。